我是符使，你仗着符使的身份就可以胡来吗？有了饵，鱼自然会上钩。有人试图闯入我们的精神玄域，夏雨追尾了虎，蛇老成不上。你以为精神玄域乃符使所独有？何必白费力气？ 行了，这畜生仍有用，别傻了。万金商会的拍卖会就要开始。看来真如不是解锁了，林都坐不住了。他想设法引我们出来，我们就将计就计吧。好，能听要给他个惊喜，给他个惊喜，我能死他！你有完没完？就一下。就一下。 废了！这是死人术！一杀！一杀！一杀！欢迎各位朋友。 来到本次拍卖会，今日呢，夏万金夏老身体有恙，由我雕千金来一锤定拍。好，本次拍卖会呢，第一件灵宝是这个千年珊瑚。千年珊瑚，识货的都来看看啊！雕千金，这样的货色可是可遇不可求啊！骗人功夫一流，底价。 5000洋元单，这么便宜？5000，好，5000，10000，10000，有没有更高的朋友？2万，我的2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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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高于2万的？成交。拍卖会第二件灵宝，至尊玲珑球，这件可是王族的灵宝，底价10000洋元单。问，好，5万，5万，这边朋友出5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6万。 6万，6万，6万，成交！好，各位安静安静啊！本次拍卖会的压箱宝，千年妖兽丹，千年妖兽丹，灵宝是异常的珍贵，能助你提升神力，增长修为。底价3万洋元单。 12万，12万，我说15万，15万，成交！还有什么好东西？是啊，都拿出来。他不会是不敢来了吧？他落想要祖服，必定会有。到底还有没有啊？不会就这点东西吧？快拿出来呀！安静一下啊！现在我们有一位朋友带来了自己的奇珍异宝，你们现在呈上来。各位，我乃盐城浮世会会长林栋。 我手中呢，有件难得的珍宝，乃是传说中大荒古碑的地图。这大荒古碑呀，乃是远古奇迹，里面呢藏有惊世武学，数百年间曾现世过一次，从此销声匿迹，无人知其下落。我们底价。 10000洋元单，这地图是真的假的呀？这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我觉得不会骗人。我出2万。哎，2万。看，这人好像是九天太清宫的。2万。那这个地图十有八九应该就是真的。还有没有更高的？
慢着，我要了两万二。好，两万二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我出五万。五万，豆豆也来了。宁欢欢，你又何必与我相争呢？与你相争，简直是笑话。奇珍异宝，价高者得。再说了，这大荒古碑中的武学，也只有我道宗才配得上。六万。我出七万，我出十万。铁狂人真是不识货呀！我出一百万。他怎么来了？哟，原来是藤少宗主啊！我知道阴亏宗一直想要这地图，只不过很是遗憾，这张地图呢，我谁都可以卖，却唯独不能卖给你。好啊，你千万别卖给我，因为我根本没打算花钱买。那你瞎凑什么热闹？我要拿一样东西跟你换。小人，小人竟然在唐磊的手上，那他们阴魁宗勾结阴魔，静观其变。可是，藤少宗主，今日只卖灵宝，你带妖兽过来，坏了规矩。佛祖爷爷，要不要我告诉大家，你这个雕千金也是一只臭妖兽啊！妖兽！坏了坏了，这孙子认出我来了，雕爷我也帮不了小爷了。灵动，你要是不想换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就把它卖给余下的主位。诸位，这只可是千年的妖兽啊，可以幻化成人，妖精威力之强，举世无双啊！我出五十万买这只妖兽，七十万，我出八十万，一百万，一百一十万，一百二十万，一百五十万，一百六十万，一百八十万，两百万。咱们现在的筹码也只剩下精神地图了，两百五十万，你如今还在阴魔手上，我出三百万。他若是没有被地图引出来，到底还卖不卖了？卖不卖啊你啊！畜生，对不住了，谁让你跟了一个废物主人？我看诸位拍的兴起，我藤雷有一个新的主意，决定把这只妖兽分开来拍卖，妖精和毛皮各一半，好吗？好让大家各取所需。等等，我有一个新的主意。应欢欢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不敢听啊。好，既然妖兽可以卖，那人也自然可以了。我是道宗公主，身价定然不菲。把妖兽换给林动，我跟你走。宁欢欢，你别闹，谁会出价买这道宗公主？我自己卖自己，怕什么？我藤磊若是能娶了道宗的公主做老婆，可真是做梦都要笑醒啊！别跟林动了，他就是废物，跟我。呸！别去，林动。这是大会成，你给我放聪明点，守点规矩。做梦呢你！我林动这等见色忘利之人，怎么可能将美人拱手相让呢？好啊！来人啊，把那妖兽给我宰了！
林动啊，我真没想到你浮世绘也会有认怂的时候啊！你给我记住，小元寿的苦，我定会让你加倍偿还。我还会让你知道，你今日的猖狂。 代价有多大？你给我记住了！哎，我之前找的地图，原来都是假的。爹，这件地图我夺回来了。穆师姐手上那个凌伦剑，你看见了吗？现在我们有两样法宝，即日起，我就起身去大荒古碑，把坑爹祖父取回来。 你为何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呢？浮世绘和万金商会都遭到了异魔的攻击，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蹊跷啊？多虑了吧，爹。咱们现在马上又有两块祖符了，异魔有什么了不起？啊，哼，更别提什么浮世绘了，是不是穆师姐？别高兴得太早。 见舅有范啊！我们是很大方的。我已经把大荒古碑的确切位置公诸于众了。看来咱们都这么熟了，别怪我没告诉你。各路高手啊，正往大回城这赶呢。过几天呢，便是大荒古碑原力波动最弱的日子。哎，使用凌伦剑打开古碑的重任，就交给你了。林动，我告诉你，那凌伦剑是在我的地界里发现的，是我银魁宗之物。 想打我们的主意，你别做梦了！你藤少宗主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大归城现已群雄尽致，若堂堂阴魁宗少宗主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独占古碑里的灵宝，我倒没什么意见。可是大家伙，他们答不答应啊？不答应！谁要提了？谁动不着他？别动！ 藤少宗主，你记性不太好。之前我不是说过，让你等着瞧吗？好，我等着瞧，你给我等着。大家都静一静吧。 他就是穆芊芊。哎，往哪儿看呢？你放心，我口味可没这么重，还是仙女姐姐比较好。元门执事长老穆芊芊见过诸位，殷师妹、林师妹，巧了，三大宗派的人都到齐了。久闻穆师姐大名，今日。 总算是得见芳容了。我也听说了，严大师把浮世绘会长之位交给了一个黄毛小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。我不是什么人物，我呢其实就喜欢玩。如蒙穆师姐不弃，大家一起玩，啊？好啊。 你想怎么玩，我都奉陪。诸位，大荒古碑，开碑在即，我们应当同心共胆。
匡扶正义，千万不要让有心之人挑拨离间，扰乱天下。穆师姐的意思啊，就是我林动心里所想。大家一定要同心共胆，同床共。哎，不对，只是同心共胆还不够，咱们呀一定要同桌共饮。大家远道来到大奎城，舟车劳顿，我看殷奎宗就以东道主的身份请大家吃喝一顿，同心共胆，同桌共饮，怎么样？就这么定了。穆师姐，怎么样？小杂碎，他欺人太甚。灵动这小子狡猾，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眼下大荒古碑的事儿已成定局，接下来你得谋划谋划。得到了大荒古碑，灵动，我要你死！现在吞噬祖符可是在你手里，灵动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还得小心那些觊觎祖符的人。总之啊，你们殷奎宗最近可要热闹了。嗯，我就喜欢热闹。师姐，我有一事不明白，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把两个祖符都给我们殷奎宗？谁说我甘心了？我也没有办法，辕门就是得找强者联手，一旦联手我们便会倾囊相助。眼下殷奎宗是不错的选择，以后还是没有以后，因为没有比我们殷奎宗更合适的盟友了。我劝你赶紧回去，万一被那小子偷袭了呢？多谢师姐提醒。说什么都行，就是个傻子。这混蛋把小妍欺负成这样，太坏了。这抓走小妍的是一魔，带他回来的是殷奎宗，这事情已经很明显了。什么鬼松骨丹，简直害人害己。现在好了，凌乱剑地图全没了，换回来一只要死不活的病猫。你，哎，我开玩笑的。闭嘴。地图的事，无需担心了。我会让藤磊在大荒古碑争夺战中一败涂地。做了件好事。原以为只是殷奎宗和浮世绘两派之争，没想到来了这么多高手。大荒古碑一旦开启，我们就可以拿到空间祖符了，还能够为魔皇殿下获得更多的能量。你对你那个师弟可有把握？大荒古碑乃千年来强者修炼的地界，琳琅天遇强则强，也只能依靠他。黑暗之殿那个小丫头呢？魔皇殿下，你为何如此这般在意那个小丫头？好像是你比较在意。魔皇殿下也说过，人类不可尽信，
所以我已经安排琳琅天和他一同修炼，只是他还未能爆发出全力，恐怕还不能将黑暗之殿的人引出来。若要爆发全力，须得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还要我教你怎么做吗？ 一志，望同心同德，勿再相斗。干什么呀？我都没吃饱。少废话！你以为我真是带来吃喝的？要不是小袁伤重，人手不够。 我也不可能指望你啊！吞噬祖父在哪儿？快带路！啊，没力气了，我要死了！啊，也行，你要是不带我去，我一颗阳云丹也不给你。到时候你不回去也得回去，我再跟着你前进去，你自己选啊。 我们阴魁宗日后若要打响名头，还得各路豪强的支持。况且各路豪强进入古碑，在乎的是武级和灵宝，对我们阴魁宗没有危险。好，爹，外面那群军团反派以前没少受咱们恩惠，明日开碑，我让他全部都还回来，我让他们一起把灵动那个小子给我收拾了。我先前听说齐武楼遭到了异魔的攻击，这当真若是异魔出现的话。 我们阴魁宗也是责无旁贷，齐武楼被一波攻击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哈哈，别笑话人了，我看是浮世绘那伙人怕了我们，故意找的借口吧。也就你还相信，走。 记得就好，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夺回祖师，你可不要受了某些人的迷惑呀！爹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您不相信穆芊芊吗？但是我信，因为她并没有骗我，祖父在我手上，凌伦剑也在我手上，明天开碑再拿空间祖父，凌冬的小子的命我也要定了。 追不追？
明日大荒古碑开碑，何必老是东冲？啊，散了吧！林东，多留你两天。为什么会在阴亏宗？啊，和你一样，找吞噬祖符。要不是你捣乱，可能成功了。哥，其实你可以放心我，狼哥哥他对我挺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哥，我都有原力种子了。真为你好。会不顾你身体虚弱，带你跑到阴魁宗那个鬼地方，让你冒险吗？哥，我长大了，我不想让你再为我分心了。青檀，说好了，哥哥要保护。可是我不想让你时时刻刻保护我了。我想跟狼哥哥在一起，我要跟他一块儿找祖符，灭异魔。什么？你跟我说什么？林狼天，你到底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帮他完成心愿。那我问你，之前你到齐物楼来，也是为了吞噬祖父？我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你要去冒险，我也不拦你。但只要有我琳琅天在，我是不会让祖父被别人拿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。可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大家一起的吗？林东，你记住，多一条路，多一个保障。林狼天，林狼天，你回来！青檀，早走远了，只有雕爷我留下来陪你。青檀。云檀，就这么跟琳琅天跑了？青檀啊，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青檀了。以前的青檀什么样啊？你也未必知道。女人心，海底针呢。我，林青竹，都是女的，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啊？不过，我倒想看看这个琳琅天存的到底是什么心。是我把话说得过分了。狼哥哥说的有道理，多条路，多个保障嘛。
青檀姑娘看似柔弱，没想到还挺有本事。师姐，我们小天是最听话的，没想到身边多了这么个女人，都学会欺瞒我。师姐，明天开杯，群雄竞至，结果难测。今日阴魁宗大宴豪强，我才想趁机把吞噬祖父抢回来。是你想还是他想？你不是也想吗？臭丫头！师姐，别跟他计较。我现在还真弄不明白了，你到底是跟灵动一伙的，还是跟我一边的？那师姐，你是站在我这边，还是站在阴魁宗那边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只是师姐说要帮我找地图，结果地图却到了阴魁宗那边。如若不是灵动满城派发，我还不知道去哪里找空间走。你怀疑师姐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师姐，我只是想尽力找回祖父，彻底消灭一魔。一条路上的是朋友，阻拦的是敌人。喂，臭丫头，大荒古碑之内凶险，你做何准备了吗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做了十足的准备。好，真好。那你呢？师姐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狼哥哥，咱们不会伤害到我哥吧？青檀，你放心，有一天，你哥一定会明白你的心意。云门向来野心勃勃，这个穆芊芊，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你看，又一个满腹心机的女人。我说的是穆芊芊啊。穆芊芊算什么？我来对付她。好啊，那倒是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我还有担心的事儿呢。哟，没心没肺的硬欢欢，还有担心的事儿呢？边去。我担心林动明天就要和青檀还有林狼天一起去抢祖符了。这个你们大可不必担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你真下得了手吗？我在起舞楼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，定是忽略了青檀，而我把吞噬祖符给丢了。林狼天也一定很看不起我，所以他们才会选择离开。越是这样，明天我就越得亲手拿到祖符。我不能让青檀失望，也不能让林狼天给比了下去。你一个女孩子的手，是随便让其他男人牵的吗？我和爹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林动，
你有什么气，就冲着我来。好啊，来啊！灵动，宗主到。 这大荒古碑，是远古宗派弟子当年学艺的地方。古碑内蕴含的武学森罗万象，一旦有所得，便大有精进。尤其是远古大荒地的造化武学，更是非凡人所能得。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 这些人类天天争来争去，真是好玩。这古碑上的符文显示，必须有八品武学以上的高手才可进入古碑空间，并且席位只有10个。什么意思？你的九小拳，充其量也就是二品武学。 二品，诸位英雄可就地冥想，古碑之魂会带众人进入这个星空，去一探究竟。 这些都是远古宗派的武学，果然浩瀚深邃。快打开看看。 不会吧，才6品，肯定是今日出门没洗手，运气不好。你还运气不好，我抓都没抓到。这流星亮度不一，速度也随着原力而变化，只有操控原力。 才可以吸引更亮的流星。原力。哇，8品！哎呀，仙女姐姐。
不见了，祖父也不见了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我可以帮你进入大荒古卑空，袭击凛冬。要是敢过来，我立马把他变成浮魁。